介绍另外一个那个电动脚的功能，它可以放单只脚，就是假如你在途中可能要上车拿个东西，可以先放单只脚支撑住，以免它翘头。好，现在就是总开关，左电源开启以后，遥控器的开关也开启，亮绿色灯，横亮就是连接到以后，就我们就按下，如果要放下就是按下，它这里亮红灯以后，你就可以选哪一只脚放。假如我现在要选这只脚，就是这一个左前方，按着，要按着哦，放开它就停了。有录到下来了。好，停了以后放开，放开它就停了。好，现在假如要收起来，按上，上很亮以后，一样按着这只脚，按着，要拍后手，按着，收到底以后它就会不会动，你就可以放开了，然后就这样子。然后就可以关掉，总开关一样记得要拔掉，不然它会一直失电哦。OK。